三个宫廷风的小蛋糕，漂亮吧？一打开是这样的，还有一个小盖儿，还不错，这个颜值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Hello， 大宝子们啊，先来一个摩卡之谜，小名起的挺盖。没有变形，游过来。嗯，这个是咖啡味儿。嗯，这个是提拉米苏，都是我的爱。嗯，每一口都好细腻。尝尝这个啊，这个是回来我自己 DIY 的，上面的可可粉是自己撒的。嗯，差点一个味儿，买成不了。嗯，不错。